妈，我跟我姐今天在你家整整混了一天哈，早饭、晚饭、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你再混完吃个夜宵完，你再回家。那不行。烙馅饼吃，不要吃馅饼吗？行吗？行。是真心，给点维数。做烫面的，远点啊！嗯，我怕烫着你。烫面，烫面的软和。妈，还用加凉水吗？不用加，就这样烫的。嗯，这样一和就行了。这跟包包子似的，跟包包子一样，就包包子一下饼就行。这大馅饼，不用擀面杖，直接按就行了。嗯，哎，露馅了，这个吗？有点露馅，馅老多了，太多了馅。哪天烙点发面的馅饼吃。这也露馅了，一个棍露馅了。一锅放六个。嗯。好。妈，你用的色拉油吧？嗯，色拉油。没有色。嗯，发白白哈。嗯。这搁豆油它就黄了，又搁豆油。他们几个咋还不上来了呢？就是啊，给人打个电话。打电话，他上来了。开饭了。上来吃饭呢。第一名。呀，真的是这儿啊！我往上一走呢。他上五楼了。哈哈哈！老人家找不着啊。哎呀妈，这俩人玩的，整不了。可憨了。你咋干的也挺憨的。这盘也装不下，好盆吧。大盆儿，好，再来一锅，再来一锅，完了，吃饭吧，开饭了，嗯，哎呀，黄瓜汤吧，行，哎呀，笑，哎呀，现和面现烙的，这要是和着面搁那醒着或者烙就更好了，更软和了。嗯，着急呀、啊？你着急啥？我们还搁前面玩了。着急，萌萌作业没写完，回家写作业。他背的，回家还得背。本来想烙土豆饼吃的嘛，寻思烙点馅饼嘛，那天包饺子剩点韭菜。下不？嗯，下不？